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遍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所言成地。 深入意味，度住有情。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负无脱，无诸分别，远离颠倒，遍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智慧。 表现在言辞上，就是辩才；清净心表现在生活上，就是总持。总持就是总纲领。示出世间一切法，能完全掌握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正明了。 在生活中得大自在，自在无碍，就是世间人所说的幸福快乐，快乐无比。华严会上那些菩萨们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那种生活才美满。 我们世间人讲美满，讲真善美慧，是有名无实。美满人生只有佛法里有，只有净宗法门最殊胜，在生活中最能表现出美满的生活。 这一段经文，明极乐大事》，利他盛行，功德圆满。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会变的功德，智慧开了，辩才无碍。辩才是说法的智慧，辩才。 辩财总持是宋义，谓义为居住辩财，所以辩财总持有两种解释。一种解释是，总持就是具足一切，一切都有了，称为总持。 另一种解释是，总持是陀罗尼，总持一切。就是说，这些菩萨都得了辩才陀罗尼，陀罗尼永远不会退失，自在无碍。是说这个辩才。 一切无就是《涅盘经》上说的“四无碍变，也称“四无碍智”，即法无碍智，通达诸法的名字；分别无智，对一切法都无有碍。 没有一个地方会产生抵触或说不了，意无外致了知一切法之理，通达无碍，词无碍智能通晓各种语言，能随意演说。另一个意思是。 只言说，有些地方是言说表达不了的。此外的人能用种种的比喻来说明。乐说无碍，永远不会说。我疲倦了，我不高兴说了。还有一个意思是。 变说法意圆融无滞，或随顺对之愿求，而乐于为之善巧方便而说。四无爱变，亦教四无爱治，亦教四无爱解。讲变，讲治，讲解。 都是一个意思，是为菩萨说法之质变。如果是说法，叫做四无碍辩才。《圣天王经》里告诉我们，有九种辩才。第一个是无着辩才。 执着的“着”，无着变财；不执着，有人问：“不执着能有变财吗？”有，为什么？不执着是自信，执着是阿赖耶识。不执着不但有变财，而且是有无尽的变财。 只要你不执着，它就会现前。所以，我们学佛要真学，真学就是学放下。世间法都教我们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放下，放下物欲，无尽的变才。 就是自知，智慧就现前。所以，最大的障碍就是执着，跟别人对立。如果一切都不执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第二个是无尽变财。第三个是相续变财。 第四个是不断变财，第五个是不怯弱变财，第六个是不经布变财，第七个不共变财，第八个无边变财，第九个天人所众变财。我们说说不共变财。 不共是跟一般凡夫不一样，跟一般天人也不一样。这个是自己自性里本自具足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烦恼习气没有断尽，自性里头究竟圆满的变才不能现前，但是。 得佛力加持，尤其是讲经教学，真正发心求佛加持，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讲。我们上台，全蒙佛菩萨加持，诚诚恳恳，不自以为是。确实，有些说出来之后，自己都很得意。 很开心，但自己知道，这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是佛菩萨加持的。这和我自己的体会完全一致，这就是不共变。以上所说的九个，一名为无碍变也，极乐大事。 具足如是种种无碍妙变，无有障碍，故云：变才总持，自在无碍。智慧变才跟修行误入的层次有关系，与看破放下有关系。放下是烦恼，看破是所知。 两种障碍，这两种障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而且还很深。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中就被障住了，对经看不懂，看不懂经里头甚深的无量意。经里头确实是无量意。所以。 经是永远读不厌的，为什么？随着你的精进，入得更深。这部经，佛来讲，跟菩萨讲不一样。佛讲的深，菩萨讲的浅。大菩萨讲，法身菩萨讲，跟全教菩萨讲。 又不一样，浅深味道不相同。我们有这种体会。讲这部经，越讲越欢喜，越讲误入的越深。每讲一遍，都有新的误处，就像亮小灯泡一样，越亮越多。 前面讲的不是这个讲法，现在突然明白了，同一个问题有更深层的意思，有更深层次的讲法。当然，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。 能不能彻底把它讲完全？不可能。别说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一部《心经》，二百六十个字。你从年轻时学会讲，讲到老死，你还没有把它讲完全。你讲到某个程度，寿命到了，经。 其身无底，其广无际。你怎么能讲到究竟圆满？讲不出来的。讲到什么程度，要看我们境界。我是什么境界，我讲的就止于这个境界，没办法越过。所以。 看破，放下，是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想什么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就是再放下，再放下，再看破，再看破，这是秘诀。密吗？如果说密，密在汝边。 我们学习经教，绝对不能有意思，一定肯定经教里头字字句句没有意思，别去想它什么意思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用的时候，到你讲就是用，用的时候有无量意。 这个意思从哪里来？从听众来的。听众的意念传递到我这儿，我接受了。我说的、讲的、做的，要契机。听众听了、看了，心生欢喜。为什么？他听懂了，受益了。 讲深了，听不懂；讲浅了，他不要听，没意思。所以，讲经把握住深浅的程度，是重点，也是难点。一部经讲完一遍，再从头来，后面讲的。 比前面讲的深，越讲越有味道。所以，经永远讲不完，经永远听不完。这就是经的微妙处。有一个原则，我们要掌握住，不能偏离，那就是不离自性。 自信是什么？真诚、老实，这是自信。所以，真诚、老实的人学佛，没有不成佛的。我们对这个要建立信心。老法师说：“我们总得要找出几个人出类拔萃。” 来做榜样，老人家给我们推出了两个榜样，一个是出家众上海夏贤老和尚，一个是在家众刘素清老菩萨。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学习了吗？学的怎么样？ 学到了什么榜样？最重要的是，让我们信心踏实了，不再怀疑了。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希望到极乐世界去，没有一个落空的。 个个都成就，这个利益太大了，这个利益事出世间找不到，无比殊胜。下面讲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这是差别智。上面说的知道真打本。 是根本质根本质意会，差别质难明。从根本质入差别质所以善解世间无边方便。要善于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和他所喜欢的东西，随他的根性。 随他之所以很善巧的跟他说法，这样才能弃他的机。善解世间无量的方便，善为讲法，试出世间一切法，都能善巧为人解说。 使人听见，当下就得真实利益。善解是没有定法，有定法就不是善解。为什么无有定法？因每个人的根性不同，每个人心理情节不同，遇到善知识，它能帮助你。 打开心结，就得受用，这就是善巧方便。所言成立，所说的话非常诚恳，非常真实。因为你明了根本智，契入实相的理，所以就得差别智。 就可以随众生的机而说法，听的人就觉得深入意味。如果你说的很低级、庸俗的人听了，觉得很有趣味，这不叫说法，这叫祈语。如果你所言成地，深入意味。 有情众生就得度了。演说正法，是因为气力所说的法都是正法。所言成立，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。不忘语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都要真诚。第。 是实在，做人要真实，要实在，没有丝毫的虚伪、虚假。做人要具备这种基本的素质。深入意味，意是义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深微的道理，他都见到，都明了。 都诸有情，演说正法。这两句是讲作用。诸有情指一切有情众生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弟子，都有能力为他们说法。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弟子对宇宙人生真相了解的深度、广度远远超过一切菩萨，所以他有能力。我们要想达到这个境界，只有一个方法：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训修学。 只要真正认真修学，这一生一定能够入这个境界。不依这个修行，不要说一生不行，就是十生百生，可能连边儿都摸不着。正法就是无相、无为、无负。 无托。现在有些人拿着练功的心来学佛，希望得到功德，希望很快就怎么样怎么样。这都是有相有为，这不是佛法。净影书说：“诸法虚空，名为无相。” 过去说过，无相与空，就跟眼与目一样，写出来不一样，其实是一回事儿。诸法是空，叫做无相；涅盘叫做无相。《涅盘经》举了十个例子：色相、声相。 相相、位相、处相、生相、坏相、住相、男相、女相，这些相都没有了，称为无相。没有因缘造作，所以就无为了，不是靠一些条件。 却有计划的安排，无相无为，无负无托，无诸分别，远离颠倒。这四句，从义理上讲，比前面的还要深，是得真实的大自在。 与如来果地无二无别，这五个无“无”字要特别注意，要正确理解，不能错解，不能误解，不能曲解。无，这里讲的这个“无”字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可以当做空无讲。 世上有，理上无；相上有，性上无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无相，不是说没有相。诸佛如来在世间应化所现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怎么说无相？如。 华严会上，毗卢遮那如来世尊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：“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”怎么说是无相？所以一定要懂得这里“无”的真实意，才不至于产生误会。 相有体无，这是真的；事有理无，这是佛在一切经论里都教我们不要着相。为什么不要着相？因为相是假相，相是假有，相是暂有，不是真有。 不是永恒的有，无是不执着一切现象的意思。无为，为是作为。一切世间人，在这个世间不可能无为。假如真的无为，你就不可能到这个世间来了。 诸佛菩萨净化在这个世间，他也有为，他也不能说无为。他度化众生就是有为，他有造作。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教导大众修学，也是有为。有为，怎么说无为？ 不执着有为就是无为。只要你离开一切幻象，不着相，不执着你每天的所作所为，你的心清净，心清净就是真心。真心无为，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在十方世界。 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为什么还不退转？原来他们皆是无相无为，所以不着相，不动心，不退转，无复无脱。禅宗有一个公案。 有人对祖师说：“我业障深，希望得到解脱。”祖师说：“谁捆你了？”听话的人当时就悟了，无父无托。世间人以无名烦恼叫做父你断了父显了真。 就叫做托，但不知道无名跟法性是一体的。法性像水，无名像冰。水就无碍，到哪儿都能适应。冰就有爱，到哪儿都不适应。冰跟水不是一个相。 但本体都是氢二氧，所以无名这个冰全体就是法性的水，就没有负，也没有托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：“本来无一物，谁来搀扶你？” 没人缠缚你，缠缚你的，是你的知见，是你的烦恼。你不知道知见和烦恼都是空的，烦恼性空，没有自信。知见是妄想，没有人信服你。既然没有人信服你，阿罗汉。 屁之佛，得到解脱也是假的。没人信服你，哪来的解脱？也没有解脱。我们的烦恼是真有，不但有，而且是太多太多了。妄想也是真有。稍稍想静一静。 妄念不知道有多少。佛怎么说无？真的是无。这些现象，作为戏服，懈脱这些事儿，从哪里生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。佛教我们无诸分别。 就是《金刚经》上，佛教须菩提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无诸分别，没有种种分别，就是不二。不二即是如，是平等，没有差别，诸法皆如，一切法都如。 所以称如如。大成一章说：“彼此皆如，故曰如如。他也如，我也如，一切都如，所以称为如如了。如非虚妄，故《复经》中一名真如。” 是实际本体，不是虚妄，所以称为真如，是真谛。上面说的都是名相，表真实平等，非虚妄之法。文殊般若经说：“若信一切法，悉是佛法。” 不生惊怖，亦不疑惑。如是人者，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如果能相信一切法都是佛法，《金刚经》就有这话：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这与一切皆成佛。 一切事究竟坚固，都是一脉相承。听了这个法，不生惊怖，也不疑惑，能够如是坚持着，就很快成佛。这是文殊给大家授记了，《大宝积经》说。 诸法本性与佛性等，事故诸法皆是佛法。诸法的本性都跟佛法是相等的，所以诸法都是佛法。就好像冰的本性就像水一样，哈尔滨把冰。 做成千奇百样的冰雕，但它实际本体就是清二氧，冰水一如，是一如而又千奇百样，所以能够相信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就少了很多分别、争斗、爱憎取舍。 远离颠倒，没有分别，就远离颠倒。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。这两句是讲受用自在，在极乐世界的受用和他方世界的受用，没有摄取，知道一切皆无。 不要想什么了。印光大师对这两句话是这样开始的：六根对着六尘，眼对色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触，意对知，统统。 皆无摄取，即都摄六根，当令即刻通身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念时，需心中念得清楚，口中念得清楚，耳中听得清楚，以心一起念。 即有声相，自己之耳听自己心中之声，仍是明明朗朗。能常听得清楚，则心归一处，神不外驰，故言也不踏实，笔也不踏袖，身也不放逸，故名。 都舌六根，如此念佛，名为净念。以摄心于佛号，则杂念虽尚未全无，然以清减多多益。若能常常相继，便可浅得一心不乱。深则得。 念佛三昧意。此系平日续令专心致志之要义。大师的开示简洁、直白，说透了设什么、不设什么，该设的怎么设，六根怎样都设，都说清楚了。 就看我们怎么做了，变由佛刹，无爱无厌，这是讲妙用自在。请同学们注意，变由佛刹，无爱无厌。我们要重点看两个字，一个是变，一个是厌。 变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去十方诸佛刹去供养和参学，变是指范围全去了一个不落，表极乐世界菩萨们妙用自在，来去自由。这是其他佛刹。 所没有的厌，不要把这个字解错了，不能把“厌离娑婆”的“厌”解释成讨厌。当讨厌讲就错了。这个“厌离”就是不留恋的意思，就是对娑婆世界没有一样舍不得的。 留恋娑婆世界，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也不是讨厌。再不来了，那就不对了。要平等普渡。娑婆世界跟我们很有缘，有缘众生你不渡，你渡谁？正确的态度是。 既不留恋，也不讨厌，但有一条要注意：求生净土的信念绝不能改变。亦无希求，不希求想。希是希望，求是求取。菩萨没有这个念头。菩萨。 是有怨无求，有怨无求就自在；有怨后面还跟着需求，那是很大的负担，也很苦。什么苦？求不得苦。求到之后又患得患失，照样苦。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？有没有需求？没有需求，也没有不需求，一切随缘。《金刚三昧经》说：“入道多途，要不出二种：一礼入，二行入。” 一种从本体入道，一种从实行来入道。行入有四种，其中第三位无所求行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求，求这，求那，求明文，求利养。 有的人只知道求利不好，不知道求文明，被人家恭敬，让人家知道我好，这和求利、求黄金美钞是一样的。智者悟到了真谛，他就安心，因为一切法本来无所有。 本来寂灭，何其自性，本质清净，自性能生万法。他在这个地方能安心，是真正的安，无法形容，超过一切世间了，具足了佛的功德和智慧。他不为什么。 无所谓了，万有皆空，无所需求，真正无求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无所求行。我们这儿的无需求想，对于一切佛刹无爱无厌，也没有爱，也没有厌，这就是。 无所求想，还有无不希求想，就是不希求也没有了，依法不立，才是真正的无求。无希求是无为，无不希求是不住无为，这是极乐世界菩萨的修持。 不是我们的境界，就是要无为，不要有为，这也是求。是有爱有厌，爱无为，厌有为。菩萨的智慧能排除自己，不要去需求，这是行入。到了一无不需求想。 就弃入中道，是礼入了。由于平等，就亦无比我、委怨之想。人是我非，比我就是人我。人与人之间很多意见，都是自己是，别人非。同意我的。 就顺，和我相违的就结怨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没有这些事儿呢？请看下面经文：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。 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外慧解法如如，善知即灭，因生方便，不心是语，要在正论。这一段经文是回答上段经文最后提出的为什么。 这里的解释说：“因为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心故。”这一句是总说。他们是吉相离相，离吉同时。这是真正自利利他，对自己的利益。 是立誓练心修自己的定慧，同时也能帮助一切众生。这是真实的慈悲，加上一个“大”字，就是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慈悲就大。他要舍离一切执着妄想，成就无量功德。他已经。 成就了无量功德，以无碍的智慧，解法如如。慧书说：“如如是不依不异、不空不有之意，正是中道第一异地相也。” 净影书说：“解法如如，是其理解，是极乐大师对法的理解。这里所说的如如，是楞伽经所说无法之一。无法是一是相，二是名，三是分别。” 四是正智，五是如如。正智是在无漏心中还有妄想，并不完全是智慧。真正修行人虽然有无漏心了，但是没有正果以前还有妄想，这个叫正智。 从妄想一下跳到真如，那就只有禅宗，那又是另外一条路了。我们要从政治而如如。既然如了，那么彼此就不依不依，就没有伪顺之想，能平等普度。 没有执着了，能成就一切功德。功德，功是修行的功夫，德是修学的收获，称为功德。所以，功德要靠自己修行，别人不能帮助你，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上忙的。 以无外汇解法如如。这一句是讲利他的功德。前面讲自利，这里讲利他，一定是自利之后才能利他。自己没有进入这个境界，要帮助别人是不可能的。比如讲经。 把经讲错了，有没有责任？有责任。讲错了就误导了别人，自己走错了路，不能怪别人。你指别人一条错路，这要负因果责任。古人常说：“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堕。 五百世也呼身，这是禅宗百丈大师的公案。这是讲经讲错了一个字，那一个是关键的字眼关键的字眼错一个就不得了。你把人家修行的方向指错了，所以。 一定是自己先能切入这个境界，而后你的知见才是真的正确。以无外汇解法如如，真正明达万法皆如，无有一法不如。如果不能解法如如。 你必定讲意义讲错了。什么时候你能解法如如？舍离一切执着，你才能解法如如。为什么阿罗汉没有这个本事？因为阿罗汉尚有法执，所以不能解法如如。 我们怎样才能契入境界？放下，放下，再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执着，于一切法不执着。为什么不执着？因为他无所有，他不可得，所以要放下，放下。 我们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，障碍自性智慧功德的障碍就撤销了，自性慢慢放光，放下愈多，光放的愈大。你对于一切法全部通达明了，如如解法如如，完全明白了。 自己明白了，成佛了，这是自度；帮助别人成佛，这是度他。末法众生很苦，苦从哪里来？从迷中来。众生很苦，迷得很深，刚强难化。菩萨们。 要用善巧方便的契机方法教化众生，这叫应激说法。说法的人真正气入了如如，自己不能如如，你怎么教别人如如？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